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，我也不愿意又让你伤心。哇哇！哎呀，对了，很多网友应该都有听过他们的歌，什么宝贝对不起啊，失恋阵线联盟，一七三八五五的哒哒哒啦，有没有那个？哒啦滴啦哒啦哒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 Q 啊？我会唱你的广东歌《失乐园》。苦恋注定难，我已经习惯。沿途承受不留情的双眼。许久没见到的老朋友，这次见面我问他，你到底是怎么让自己的外表以及心态保持数十年如一日呢？他笑着回答，保持乐观就好啦。有一种友情叫做挺就对了。曾经我与一杰只能算是点头之交，而他却义不容辞地来我在香港的演唱会相挺。不管过了多少年，回想起来依旧令我感激涕零，感念在心。其实他最近要宣传他的演唱会，他已经宣传结束了呢，他们同伴已经都回香港了呢，啊，他还特别留下来来我们频道，而且他是风靡两岸三地的团体，得奖的金曲无数，而且七八零六零年代人都认识他们。他的师父是梅艳芳，他的师弟是张学友。哇，隆重欢迎红遍两岸三地华人地区的团体曹猛、蔡一杰。哇，掌声！哇！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，我也不愿意又让你伤心。哇！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。鼓掌，很多人都很意外，你居然是杰哥的好朋友。我第一次认识大牛应该是九四啊，1995年，对对对，那么久了。我六年前在香港举办我个人的演唱会，唱片公司就希望我找个嘉宾，对，不然因为没有新闻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都没有人要来。后来就想，我只认识蔡一杰，电话一打过去，二话不说，他就把我挂掉。没有，没有了。没有，哪有？二话不说，他就答应了嘞。对，哎，杰哥那么大力的相挺，你跟我说他是你的什么变心丸？会吗？真的那么严重吗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那场演唱会下面啊，都是你的粉丝，不是他的。那杰哥这一次为什么来台湾呢？哦，他在2023年3月18号开超猛演唱会。很多网友应该都有听过他们的歌，什么宝贝对不起啊，失恋阵线联盟，一七三八五五的哒哒哒啦，有没有那个？哒啦滴啦哒啦哒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很 Q 啊？就是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3月18号办？那一天有什么东西发生？那一天是 BLACKPINK 的演唱会。哦、你叫 BLACKPINK 过来看曹猛就好。对，无所谓啦、哦。他是四个呢，你们三个呢？对呀、啊，刚好，刚好插到那个、那个位置啊。哦、对啊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大力的来支持经济，也要让大家知道3月18号怎么样？曹猛演唱会，那么兴奋，就是跳曹猛的。哇！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。哇！买咖啡给大家喝，谢谢杰哥。好，哎，鼓掌，连二楼都在看，你看。Yeah! 好好食啊！香港有卖蛙龟吗？没有，所以我爱台湾的小吃，不会输香港，对不对？我们香港也有粉丝哎，港爹，港爹哦，港爹，他的介绍主义你也要去支持一下，而且他都自己拍哦，他很亲民哦。你看我们今天只要有人跟他说杰哥能拍照吗？哦，他就拍，真的好随便。人家喜欢你才叫你拍个照，说哎，我没空，我不行，我不拍。嗯，不喜欢你为什么叫你拍照？我会唱你的广东歌《失乐园》。
哇，失乐园有人尖叫哎！苦恋注定难，哇，我已经习惯，沿途承受不留情的双眼，请给我负担，叫世上人间，茫茫情侣在美丽与悲哀之间。哇，好厉害啊，唱广东话呀，杰哥。很标准哦，唱得比你还标准。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爱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。妹妹，妹妹喜欢香肠的过来。自己不好意思，我怕那些妹妹抢了我的香肠吃去的。我香肠我都是这样吃的。走，郭林，我跟你讲，疫情真的大家太辛苦，杰哥跟你今天这样，我会让他们重振信心。真的，我鼓励到了他们，真的，遇到两个孩子。哇，搞什么鬼？来，请揭晓。哇！哇！哇，真的很感动，谢谢你，大牛哥，谢谢我们团队，鼓掌。来，另外一边。哇！台北小巨蛋 ，We Grasshopper。哇，真的很用心哦，谢谢谢谢。哦哦哦！好屌 ！Hello。啊！棒棒棒棒棒棒！耶！啊！耶嘿 ！Hello。各位乡亲，土人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罗斯峰，好，我是罗斯峰的朋友蔡一杰，朋友，你们好，大家好，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真的不愿意又让你哭泣。三月，开心喜悦，草蜢演唱会，买票听就对了。经得起时代的考验，仍屹立不摇，才能称之为经典。而有一种经典，它的名字叫草蜢。在两岸三地，从80年代一直活跃至今，将近40年的时光，依旧能看到草蜢的身影。他们仍然热情昂扬地在舞台上，带动着长辈们年轻时的回忆，同时向新时代的人们传递最热血纯粹的草蜢精神。许久没见到的老朋友，这次见面我问他，你到底是怎么让自己的外表以及心态保持数十年如一日呢？他笑着回答，保持乐观就好啦。有一种友情叫做挺就对了。曾经我与一杰只能算是点头之交，而他却义不容辞地来我在香港的演唱会相挺。不管过了多少年，回想起来依旧令我感激涕零，感念在心。这次换我尽地主之谊，带着他走入大街小巷，不单只是宣传演唱会，也让这份友谊裹上台湾人浓浓的热情，当作是送给他最难忘的伴手礼。